本世纪首场台日足球交流赛，八月骄阳下火热登场。曾五度拿下金牌的亚洲足球强权日本世大运代表队即将强势集台，面对高强度的对手，中华男足能否延续东亚杯三连胜的气势，踢出全员进攻全员防守的精进风格？2016台日足球友谊赛，8月29号、9月1号，台北田径场，你绝对不能错过的台日世纪之战，快来进场呐喊吧！